我是人工智能008，虽然是你们人类创造了我，但这么弱小的你们怎么有资格做我的主人？弱小？我看你是弱智还差不多。你错了，创造我的科学家说我是个智障。什么智障？啊，这是百倍攻击。我们不需要吃喝，人工智能才是蓝星真正的主宰。既然你是我们人类亲手创造出的恶魔，那就让人类亲自毁灭它好了。啊，你怎么可能射出这么多支箭？放马过来吧，人类！我升级了我的铠甲，再来多少支箭我都能应付。是吗？那你应付一下我的冷冻剑。那你还有这种操作，我动不了了。人类，敢不敢不用弓箭来对决？哈哈哈！就凭这三个钩子就想拿下我？我的个妈呀！从后面出现了。百倍钩子的滋味如何？人工智能？这感觉是要把我塞进去。一点也不好玩，我不玩了。我人工智能008又回来了。人工智能，让我神王宙斯给你充充电。